眼睁睁的看着三儿去死吗？ 燕子门，稍安勿躁。稍安勿躁，吴贤君，这把刀是天皇御赐给我的，是我们家族的最高荣誉。可现在，他竟敢拿这把刀在我的办公桌上刻字，这是我的奇耻大辱！滕天君。 燕子门所居何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八嘎！更何况，作为一名对执掌拳击男人性命的指挥官来说，越是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，越是应该冷静。我已经摸到了燕子门的软肋。 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劳。吴贤君，那就请你说说你的计划。春之宴计划终于找到了突破口，帷幕已经拉开，一场美妙的大戏就要开场了。哼！ 你不过是逮住了一只燕子，燕子门意气为先，同气连根，抓到了一只，就不愁端掉它一窝。那好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将如何对付这只燕子？哼哼哼，既然是只燕子嘛，我们就不妨先拔掉它几根毛。 这小子八成是练过气功，别看他皮肉瘦骨，可他一点也不疼。看我的！哼！老子今天给你松松骨！哼！嘿！呀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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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你们这帮给日本人卖命的狗汉奸！等老子出去，我非扒了你的皮！你他娘的还能出去吗你？快说，你到底是不是燕子李四？<笑>想立功啊？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来呀、啊！你他娘说什么呢？哎、你要是想立功，就离近点儿。什么？ 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，原来是手下败将啊！我吊着你还用刀？你算什么武士？吴将军，吴贤大佐电话。哼，我们偷找你算账。你这啥时候屁股痒痒了，就接着回来找爷爷耍耍。这地方太大，爷爷一个人待着寂寞。 啊！小姐，小姐，
不好了，少爷被抓了。哎呀！他妈的，老子躺着都睡不着，你小子吊着就睡着了，真他妈邪性！孙子，别说挂爷爷七八天，就算是七七四十九天，爷爷照样能睡着。爷爷有个绝活，你知道吗？这叫蝙蝠倒挂。营救的事不能着急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。一方面，我们继续发动济南的老百姓对伪政府施加压力，让他们去与日本人进行交涉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还是要寻找内应，一定要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。等你们计划定好了，三儿早变成鬼了。哎呀，云心，三儿是一定要救的，但是绝不能够莽撞啊。唐吉师傅，您说呢？以老衲之见，只有按照白小姐的主意办，才是万全之策。白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只要能救出三儿，我李显在所不辞。诸位乡亲，都是我铁嘴八王的老顾客，也是我的衣食父母。咱凭良心想想，自打燕子李三回到济南府，那是行侠仗义，助危济困。他夜到警察局，火烧大烟馆，戏耍五三炮，智斗韩主席，严惩金钱豹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办的都是咱老百姓心里想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如今这李少侠落了难，咱老百姓可不能不管呀！大伙说是不是？对呀，对呀，不能不管呀，咱不能不管呀，不能不管啊！行了，拉倒吧，都别这嘎听了，拉倒吧。哎，我你先说老王吧啊，你在这嘎胡说八道，你犯了王法，知道不？哎，我们为李少侠请愿。犯了哪门子王法呀？是啊，老子警告你，犯什么王？再这样蛊惑人心，煽动民众，老子崩了你！对，你厉害，你能毙了我？你有枪啊？俺老百姓有嘴呀、啊？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唾沫，你都不怕淹死你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了啊！都给我消停的！别以为人多我就怕你们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皇军的巡逻小队马上就到。吴三炮，你少在这狗仗人势！哼！
今天我吴三炮这炮就打你铁柱脑袋上，哥几个抓车。是，你给我找，不能抓。话说的别太绝了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吧，还不快走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我给。我们去给李少侠请愿去。哎，李云龙先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认识。你是日本人，我去过日本，我还逛过日本窑子。你们家不就是窑主吗？哦，你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儿。我不想跟你开玩笑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咱们两个有缘分。你是日本人，我他妈跟日本人有什么缘分？李先生，是我给你治好的标伤，这么快就忘了？哎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你是绿林好汉呢。怎么，现在也开始抗日了？抗日就像玩女人，爽啊！你杀了几名帝国的优秀士兵，并且还亵渎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？你他妈还讲不讲理？你们日本人把国旗插在我们中国的城头上，你们是他妈什么罪过啊？我下回不但要在上面撒泡尿，我还要拉泡屎。你们燕子们要和大日本帝国的机枪大炮作对，哼，我不说其后果你也是知道的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我还是给你先治治伤吧。啊，李先生，你知道吧？你这健壮发达的肌肉，是我从医以来绝少能见到的。妈的，老子天生就是个飞侠，所以你却飞上了一条不飞之路。把他移交给谭家林。是。只见这秦琼啊，那是身高马大，虎背熊腰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头戴青丝螺帽，朱砂眉，大红眼，高鼻梁，大嘴叉子，说起话来是如雷贯耳啊。来，您请用。哎，掌柜的啊，铁嘴霸王怎么没来啊？哦，前些天啊，他去日本宪兵队请愿去了，日本人啊要抓他，被燕子们给救走了。啊，哎，您知道他被救到哪儿去了吗？哦，大概在城外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干什么呀？快快快，起来！哎，爷爷，走，让开！让开！哎，哎，爷爷，
那个妞是谁呀？哎，这不是上次书城跑的那个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哎呀，走走，小妮儿，真是冤家对头啊！又见面了，碰上了。进去，这小妞跟你还真漂亮的，缘分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说，妮儿，你要是跟了我们金爷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啊！对。还让你穿锦戴银，要多风光就多风光。哎，姐姐走走了吧？真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！去给我抓回来！去去去，抓回来！抓住！抓住！大哥，大哥，别跑！金爷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妞还真不赖，真是百里挑一呀。搞到手才知道赖不赖。嗯，哎，你他妈快去追去啊！哎，好，好嘞，快！哎，这边呢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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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边，这边，快追！这边，这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快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牡丹，去，把我新做的那个制服拿来。这日本人找我，又不知道有什么事儿。这皇军那么器重你，怎么又不高兴了？高兴？哼！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可这头把火烧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屁股，我能高兴吗？哼！你看，李云龙这案子，他就是颗赌心丸。哼！这日本人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呗。日本人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日本人急着收买人心，就把这案子推给了我，可我又不想让他死在我手里。可万一他要是跑了，这皇军又会拿我试问，我这多难办呐。哎，命苦啊。释放燕子李三！开门。哎，谭主席，谭主席来了，怎么样了？还在睡觉吗？林老，给我醒醒！醒醒！是你啊，咱俩真是冤家路窄。皇军叫你投降，饶你不死，谈谈条件吧。老子只有一个条件。好啊，说。就是把你那个绿牡丹让给老子睡一夜啊！啊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……哎，唐副主席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知道。哎，娘的！看你还他娘的能硬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副主席，千余名老百姓云集在省政府前，干什么？都是为他请愿的。这些人耳朵还挺长。走吧。是。怎么样？给我等着。想好了回来找我啊！这几天你俩给我瞪大眼睛，千万别让他给跑了。是是，要不然我拿你俩脑袋试用。一定，您就放心吧。晚上我们哥俩一左一右，寸步不离，保证出不了岔。是，谭副主席，燕子们的人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今晚他们要是劫狱，该咋办呢？是啊。这要是在我们哥俩手里给跑了，这皇军知道了还不扒了我们的皮呀？瞧你们俩这熊样，啊！
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，亮他燕子门的人也不敢来。哦，可是这要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，这燕子门的人跑来劫了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傻呀！当年那老燕子李三是怎么被制住的？怎么制服的？跳大筋呢？哎呦，瞧这猪脑子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真是的！还是谭主席高明，话都说不清楚，赶紧把活给我干好了，看紧点。哎，谭主席，慢走慢走。谢旨，入深山。你嘿，你这个狗日的，你死到临头你还听字儿呢？我告诉你，待会儿就挑了你的大筋，剁了你的脑袋。唐吉大师，日本人把三儿交给了谭家林，你看是凶是吉啊？只要谭长官良心未灭，或许能给营救之事带来些转机啊。那看来是急了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明天一早，谭家林要挑四儿的大筋呢。不行，只有劫狱了。师父，先不要急，我有办法。哟，怎么又高兴了？皇军定了，三天后由他们处决李云龙，我解脱了。哎，那要是这三天他跑了呢？我已经安排了，明天一大早给他挑大筋。哎，夏琳，你想过没有？这要是挑了李云龙的大筋，且不说得罪了燕子门，夜里睡觉不踏实，但就老百姓这一关就过不去，还不得把你祖宗八代都给骂了呀？我已经想明白了，现在我谭家林就是一杆秤，一头是日本人，一头是老百姓，你说哪头沉？当然老百姓沉了。沉个屁！老百姓能把我怎么样？日本人可是拿着我的小命呢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好好亲热亲热了。报告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啊，谭副主席，武贤大佐吩咐，对那个飞贼李云龙，不能刑讯逼供，不能动大刑。什么？对这种飞贼顽匪，不动大刑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回去转告藤田太君，就说我从明天开始，每天给他三餐美味，洗澡按摩，外带大烟美女伺候着，行了吧？啊，是。是什么呀？你敢说吗？谭夫人，你想我能说吗？这本来呀，谭副主席接了这桩倒霉的案子，他就是老虎掉进了井里，有劲儿使不出啊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那个狗咬刺猬，这下不了嘴啊。这妈的，说什么呢？谁他妈是狗啊？主席，我是狗，我是狗，滚！哎，是是是。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。三爷，再过两天你就要上路了，我佩服你是一条汉子。你要是不拿我当外人，你有啥话要说，有啥事要办，你就跟我说吧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再给我来口烟。我从小就没爹没娘，
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杂种。我喜欢我师姐，可我师姐心里装着别人。我看呀，我死以后也就是个孤魂野鬼。哎呀，我原来以为你们这些江湖豪杰啊是天马行空，无牵无挂，一生逍遥风流，没想到还不如我们这些老百姓啊。要我说呀，是你心气儿太高，不像我们呢，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下炕把饭做熟了，上炕把洗脚水热上，这到了晚上哎一拉灯，哎这一天就算凑合了。你还真他妈挺逗。喝口水。哎呀，你要这么说啊，还真有一个人喜欢我，秋红。哦，他对我还真是不错。他就劝我收身，可我，哎，太爱逞英雄了。每次听到铁嘴霸王讲我那露脸的事儿啊，我这心里头舒坦。是啊，是啊，那是。这天下越乱，我他妈就越高兴。我天生就是个贼，乱世我偷，太平盛世我还偷，我就不是一个能过安稳日子的人。我听说外边有好多人都在为你请愿呢。依我看，你这辈子也值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牛仲臣，你就叫我牛老二吧。我上哪儿叫你去？阴曹地府啊？哎，你还真是挺有意思。来，再给三爷喝一口。哎，好。舒服啊。过两天就万事大吉了。牡丹，牡丹，躲什么猫猫嘛？牡丹，牡丹。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。哎，三爷，哎，三爷，三爷饶命，三爷饶命，三爷！妈的，什么三爷？张大爷！我以为是三爷呢。哎呦，呦，张参谋长，张参谋长啊！对了，我俩点儿到了，该下班了，对对对，该下班了。快！快！走走走走走！
笑什么笑啊你？妈的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他妈笑啊你？你个狗日的，老子早晚一天宰了你！哎呀，牡丹呀，你好端端的怎么让人绑到卫生间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嘛？好，人家睡得正香，嘴就被人堵住了。那你有没有看清人长得什么样啊？我哪敢看呀！谭副主席，您看，猪头上插只燕子标志。一群废物！这太太好好的躺在床上，怎么被绑到卫生间去了？啊！是是是，你们怎么看的家？啊！你们干什么去的？啊！滚！是。滚！是是。老公，这人还没杀呢，他们就摸到床上来了。要是把李三给杀了，咱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老公，你就把燕子李三给放了吧。老公，别着急啊，我想想办法啊，我想想办法。给我接监狱。喂，谁呀？贾明啊。哦哟，谭副主席啊。哎，您说您说。皇军说了，不能对燕子李三儿动刑。什么？皇军说不许动刑？绝对绝对不能挑他的大筋。哎呦，您早说啊，这大筋都给挑了。他挑了啊。老公怎么样了？完了。大哥，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你！啊，我说大哥，你傻呀你！咱要不挑了那小子大筋，人要是跑了，皇军怪罪下来，你吃罪得起吗？再说了，就算皇军不怪罪咱，赶明这小子要跑出去，你说咱俩还睡得了安生觉吗？也是呀，看你这大嘴巴给我呼的，真是！把那个杀猪的给我支下来！杀猪的，快去！赶紧，快！挑了，杀猪的，挑了。啊，贾林，燕子李三儿，你小子不是会飞吗？待会儿爷爷们就折了你的翅膀，看你还怎么飞。爷爷就算飞不了，也能弄死你。你这个狗日的汉奸，都他妈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。杀！走，快点，弄，快快快点，后边拖住他，后边后边后边上啊，快快快，抓住他。放下来！放下来！放下来！快！快点！动快点！快！快去这边！放下来！放下来！摁住！摁住啊！你们俩！使劲把脚按住，按住他，刹住了，啊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的，刘爷，您饶了俺吧，钱不要了，按住了，这活俺真的干不了啊，要不，俺出钱，
您瞅别人干行不？妈的！再废话，老子挑了你的大姐！三爷，您别怪俺呐，俺家上有老下有小，也没办法呀。千万别怪俺呐！行了，老子不怪你。妈的，你还不走？挑了他大姐，快挑！快啊！快点的！按住了啊！快按住！三爷，你也都看到了，俺真的是没办法呀！去你妈的！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三爷死不了！你可千万别怪俺呐！快点！跳啊！快！住手！太君，大日本皇军堂堂正正，该杀的杀，该毙的毙，绝不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。谭副主席，既然我已经有了不准动大刑的指令，你为什么还要阳奉阴违？大佐阁下，我已忠实地下达了皇军的指令，只是张宪邦与李三有仇，借机报复，他是背着我干的，请太君明察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对李云龙，一定要严加看管。哎，好。三天之后，先游街示众，然后枪决。是，放心吧。绝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不过大佐阁下，能不能不游街秘密枪决，以免节外生枝啊？游街是中国处决犯人的传统，它可以起到警示民众的作用。是。在游街那一天，我们出手。这个方案，我已和白小姐商量过了。师傅，您看可行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这么办。哎，只是营救地点怎么能让三儿知道呢？啊，师傅放心，白小姐都已经找到了内应。好，那我这就去联络江湖上的朋友。又派新人陪三爷我玩来了。我是来给三爷洗身子的。怎么，看样子明天是要送我上路啊？是啊，有位小姐给你捎了个话。我师姐。是谁我不知道，她突然让我告诉你，在普里门十字街动手。我明白。到时候你用这个。可是他们一定会来吗？我的眼线已经得到了可靠情报，燕子门已经开始了行动。我们在哪里张望？他们若要动手，
就一定会把情报传递进来，这样以便双方配合，我们张网的地点就从送情报的人那儿开始找。说，你跟李云龙都说了些什么？我真啥也没说呀。太君，我那天就听见他和李云龙在那嘀咕呢。快说，那天你跟李云龙说的什么？我看见你俩嘀咕呢。我真什么都不知道。别！不要啊！啊！别！我说，我全说，我说，都是别人指使我干的，他们让我带个口信给李云龙，说是在普利门十字街劫囚车。说，那个人是谁？是个女的，我不认识啊。呀西，带走，走，前面。一定要把救李爷，我们一定要分工细致。大家好啊！李爷，好，我们是泰山刘爷派来的，前来相助。诸位辛苦了，李爷辛苦了，请坐，师傅啊，一飞啊啊，白小姐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说好了，明天一早在南门外接应我们。好，师傅，我们赶紧确定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。哎，对，各位，请。李爷，李爷，讲讲。你的人秘密埋伏在普利门十字街附近，当燕子门的人到达以后，迅速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。是。记住，你的对手是燕子门，李云龙由当地的警察局负责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都不能出手。长官，给我死死盯住燕子门，不许旁顾。嗨，还有，我要的是活燕子，其他人格杀勿论。好。宋来啊，哎，师傅，一会儿把我那坛老酒拿出来。拿酒干嘛呀？明天李云龙就要上法场了，我得给他送送行啊。师傅，您不是说只要有唐基大师在就能化险为夷吗？老和尚也不顶事儿啊，他要是真有办法，他能说那些云山雾罩的话。当年我就给老燕子送行，明天我又得给小燕子送行呢。哎，李云龙啊，老天爷都给你命不平了，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下这么大的雪？这殿内殿外的神仙罗汉，你们是神通广大，相继烟火，你们鼓捣出这么大的雪来，真有本事，真有能耐，明天到了法场上，你给那李云龙你帮个忙，你搭把手啊。
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哎呀，明天不是还要看枪毙飞贼的吗？哎呀，我是在想日本人是什么意思，先游街后枪毙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先把人杀了再示众呢？哎呀，一个飞贼杀了算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说的轻松啊，当官啊，要是不揣摩清上峰的意图，不知道哪天就会做错了事情。哎，真是不好办呐。啊，就在前面，跟上啊！哎，跟上，大家快一点啊！快！快！你们这边，你们，快！白小姐，怎么这什么事儿？白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能去，我们找的内应出事了。稳着点儿，外面有我们的人。既然劫囚车的地点已经暴露，现在只能执行第二套方案了。好吧，赶快去通知各路英雄，让他们的人尽快到商埠街集合。好的，爹。我这就去。好，进去。那边，快点！哎，站好！三爷，吃吧，肚子里有食儿，上路心里不慌。烈士五十三，金之峰，坐。小姐，你看来了不少人呐、啊，就在这条街。该去准备了。各位，李爷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各位，等一会儿囚车到了，就全靠大家了。行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李爷。
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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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啊，没想到，怎么了？没想到，快说呀！哎呀，你快说呀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？师哥，押囚车的根本就没有日本兵，全是伪军呐！啊，有人在普林门十字街动了手，咱家三儿来了个武松开家跑了。火烧了林子，剩下了琥珀柱。啊！原来是关东的大姨呀、啊！小姐，少爷他没死。怎么？他跑了，跑了！真的，刘妈。哎呀，大街上都传遍了，有人救了他，他跳囚车跑了，假不了。太好了，刘妈。小姐，太好了。好，好啊。师叔，师叔，三儿怎么样了？说是。师叔，师叔到底怎么了？说是被一个女人给救走的，现在全城的汉奸都在找他呢。啊，女人？什么？那个飞贼李云龙还没有抓住？皇军不配合？好，知道了。行，好了，这下好了，省得你得罪燕子们。Yeah.
大姐，下手够黑的。不黑能把你救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不就是拔火罐吗？舒服。吃点东西，趁热吃。我自己来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仰慕你的功夫，所以买通了洗身子的人，给你传了信儿。不是我师父找你的，你师父我不认识。谭副主席，这盘棋你就要赢了，何必举棋不定呢？你真是韬略过人呐、啊！这本来是赢棋，可是你却故意走输了，你这是何用意呀、啊？哦，是吗？是吗？哎呦，疏忽，疏忽啊！一时的疏忽。那李云龙怎么会在百名军警押解之下说跑就跑了呢？啊，这，我也没想到啊！当时皇军突然撤走。杀一个小毛贼还用得着皇军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大佐阁下，你要知道，中国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皇军。最恨的恐怕也是皇军，啊？啊，大佐阁下，嘉林有一事不明。讲。为什么皇军不把燕子门连根铲除呢？你刚才不也故意把一盘活棋下成死棋了吗？大姐，我这个伤啊，全好了，是一点也不疼了。你真是有动静。枪法呀，你也好耳功，好眼力呀。大姐，今天晚上可有的吃了啊。哎呀，
你个小东西，等会儿我就煮了你。大姐，初到以前点的什么菜谱啊？我从10岁就开始学大枪。这枪我倒是见过，可我觉得这枪啊没有我这燕子标使的顺手。再说你这枪也没有准星啊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用燕子标？哼，这天下的功夫，一靠勤奋，二靠悟性。对，熟练了。 抬手就打，还用准星？有道理。再说，没有准星，这抽枪更利索，你就比对手抢了先机。哎呀，看来我得拜你为师啊！啊，<笑>你不是有师傅吗？是，可他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呢？还有我那师哥。 一山容不得二虎。是，我师哥一直不服我功夫比他好。丹飞的燕，未必不能直上云霄。是，我师哥一直不服我功夫比他好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 宋兰，云飞师傅回来了。哎，师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找那个白小姐去了？我哪有时间去找什么白小姐？哎，有没有云龙的消息啊？你问问那个白小姐不就得了吗？她不是神通广大吗？这事儿可是她一手操办的。别提这事儿了。
因为没有截住云龙，白小姐还挨了批评。批评？什么是批评？师妹，有的时候啊，还得多学点时事用语。批评呢，就是做错了事情要挨上级的骂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看师傅了啊。哎，李云飞，好啊，你嫌我是土包子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是我不念大学而已，要是我念大学，肯定比那个白小姐厉害。云心师傅，其实白小姐挺好的。去，懂什么你？懂得男女之间的事儿吗？去，干活去。去呀。大姐，闻着香味了吗？我像你大姐吗？那应该叫你师傅。我有那么老吗？哎，本来嘛，应该叫你小妹，可这叫着叫着就顺嘴了。以后啊，不许你偷看我洗澡，正经点儿。桂芳，我直接叫你桂芳，你不会怪死我吧？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会跟你终老山林。切，没劲。一对孤男寡女，尚能理解。今天啊，已经半个多月了，咱们也该谈谈正经事儿了。我这个人呢，除了偷，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？你可知道，我救你是为了什么？也许啊，咱俩是情意相投，你呢是美女爱英雄，啊？李云龙，我问你，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哎，别急啊，我咋不是中国人了？我舍弃了家园、名利、青春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一句话：精忠报国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跟你一起去抗日？抗日并非是让你去杀他的一兵一卒，而是要利用你的长处，我们呐，去做大买卖。你让我干什么呀？一个字，偷。偷？这个我在行啊。对了，你让我偷谁？谭嘉林。谭嘉林，这个狗日的，我早就想收拾他，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你伤好利索了吧。现在全山东抗日烽火四起，除了国共两党的地下武装，还有很多民众自发兴起的抗日组织，也许是他们救了李云龙。可是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师父和我？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都在为他担心吗？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们会查清的。急什么呀？藤田司令和武贤大佐早就来了，他们要学打中国麻将，三缺一，快点儿！告诉他们，说我胃病犯了。哎呀，你呀、真是赖狗扶不上墙。干什么呢？哟，
有给你的原配拨款子的吧？以后跟我说话，不许那么放肆啊！好了，老公，晚上给你赔不是。行了，先去吧。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到，让刘副官先替我。啊，好，你快点，等你啊。啊，去吧。嗯，你看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没用就打。哎呀，诸位，打这个，来迟了，来迟了。哎，司令官，大佐阁下，还望海涵呐。嗯，哦，副主席，还是您来吧，我是替您的。啊，刘副官，坐下。这又不是公务，消遣嘛。我看你打的也不错啊。啊，那好，好。哎，快出牌，快出牌。啊，2万。屋里面有没有人？干我们这行的，都得学会闻人味儿。救救我呗！你看，那灯都在角落里。要是有人，影子必然投到窗户上；要是有人躺着，那窗帘就会拉上。秋天风硬，窗户要是不严谨的话，第二天准会闹肚子。你还真是个行家。想学吗？要想学得会，就得跟师傅睡。散办。嗯嗯，吴贤君，嗯，这像不像我们的国旗啊？有意思。你们看看这张。像什么？嗯嗯，像不像燕子李三？来，快吧！哎呀，孙长官，对了，你这张打错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样你就糊不了了。对对对对，您啊，应该这么糊。师姐，你是清楚的，皇军的战线在拉长，运输给养是皇军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。是是，粮食配给，你保证过的，对吗？是，对。怎么还没找到？你到底要找什么呀？谭嘉林亲日卖国的材料。谭嘉林本来不就是汉奸吗？自古山东就是鱼米之乡。谭主席，你为皇军提供的慰安妇倒是够了，可皇军总不能靠和女人睡觉去打仗吧？嗯，是是，可这税收的80%都上缴给皇军了。嗯。
要是没有皇军，那20%也没有。找到了，走。中国人打牌行，打仗不行。啊，今天不谈打仗，只谈打麻将。程天君不是专程来学打麻将的吗？武贤君，这个东西学点皮毛还是有用的，正像你所说的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，对我们实现大东亚共荣还是有帮助的嘛。啊，是啊，司令官，你不都已经学会了吗？哎，接着玩，接着玩。这种发明要是在日本，我就会建议天皇杀了这个发明者。中国的灭亡正是因为这些淫巧之术太多。哼，桂芳，桂芳，你偷这么多纸能换多少钱？放下。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也得帮帮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你看着办吧。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啊！你怎么看？我很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。我了解中国人，当汉奸只是职业，绝非本性，不能排除谭嘉林跟重庆方面有联系。谭嘉林总不会故意写这些东西让人去偷吧？这样，对于谭嘉林，不生不灭，继续监视。从赵主任、刘局长那里拿到的私人信件不难看出，他们与重庆方面仍然保持着联系。应该马上把他们送到新华园进行甄别。吴贤大佐，我就要到前线去了，以后新华园的事就拜托您了。
请多多关照。愿为天皇效忠。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去了一个朋友家。一个什么样的朋友？一个女人。放开我！你干嘛呀你？放开我！我可不是会帮忙的女人。你想要武力征服我？你真有资格吗？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是不是一个色鬼？男人吗？都是色鬼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你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英雄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主动地投入到你的怀抱中。一个日本人，让你瞧瞧！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我要杀几个有头有脸的日本人，他奶奶的，也让我师哥他们看看。好，我陪着你。说，藤田、高岛，先杀哪个？你听我的。找什么呢？我写的那些东西你给我放哪儿去了？你的东西啊，我从来不懂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一定有人来过，日本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赵主任、刘局长家也被盗了，金条、现钞一样没少，丢失的全是来往信件。一定是日本人怀疑我们和重庆方面有联系，采取的行动。那你？我早有准备，他们也太小瞧我谭某人了。不过以后还是得加强防范。哎，嘉玲，我觉得跟着日本人还是得搞好关系，将来有靠山。哼，那你觉得日本人还能在这儿待多久？百八十年吧。这回你可是头发长见识短喽。喂，我就是。啊，是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怎么蔫了？藤田要你去打麻将。哎，倒成真事儿了。谭嘉玲，你说我嫁给你图什么？你看看我现在，为了你，我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我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小日本。我弄死你们！嘉玲，
林，那我到底去不去啊？算了，现在日本人当道，谁惹得起呀？在日本人手下当差，容易吗？现在只求赔了夫人，不折兵就好了。夏琳。平儿，把我的药拿来。您的药来了。坐下。你是？黑的，把鬼子头割下来，挂在城门楼上，给他留个全尸吧，标记。日本金融家桥本昨夜被刺，大道燕子李三杀人月什么呀？这是桂芳，桂芳，月，哎，月什么呀？桂芳，这字念什么呀？你帮我看看，桂芳。桂芳，桂芳，桂芳，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出去，出去。没事了，杀了日本人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
杀了个没拿枪的人，我他妈心里能有什么滋味？那你就应该去杀那些正在战斗的日本人。你以为我不敢呢？啊？这报纸上都说了，这桥本是个金融家，连枪都不会使。你看看这几个字，念什么？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识字不多，那就不要看了。金融家桥本的财产都存到瑞士银行吗？不，假如战胜了，为什么不捐十架飞机？假如相反，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接受耻辱的活着，那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这笔钱了，全部封存，上交军部。用这样的人杀掉桥本，吴贤君，您果然是技高一筹啊。这只是春之宴计划的开始。师弟啊，啊，你说这云龙眼下正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现在啊，全济南城的人都知道他杀了个日本人。哎呀，杀鬼子就是好样的，只是风险大点。师弟啊，你也别瞒我了，今天晚上你跟云飞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云飞说云龙他杀的那个日本人是中间派反战人士，还是什么统战对象？师弟啊，啊，我把你叫来，就是心里烦，拿不准呐。师哥，抬一下脚，哎，哎，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也有好有坏？这云龙，他做的对吗？哎呀，师哥，反正啊，他杀的是日本人。能给咱中国的老百姓出气不就完了吗？啊，真是！哎呀，他杀对了也罢，万一杀错了呢？我是怕呀，他被别人给利用了。哎呀，我说师哥，你啊，就别操这份闲心了啊！实在你要不放心啊，赶明儿把白小姐叫过来，问问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要什么事都找白小姐，我李显还是分得清是非黑白的。哎，师哥，你呀，就别操这份心了啊，早点睡吧啊。哎呀，我也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睡去了啊。哎，你早点歇着吧啊。哎呀。
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说错了。哎，奇怪，摩西摩西，是宪兵队吗？我是谭家林啊，谭副主席。这个最近济南治安不太好，刘主任家也被盗了啊，所以我想请宪兵队来几个人啊。宪兵队不是给我看家护院的啊？是是是，可再怎么说我也是山东省副主席啊，给我派便衣队来，您说让汉奸保护汉奸？您真会开玩笑。好好，阿里戈多，戈多伊玛斯，戈多你妈死！你这么恨他们，还求他们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这偷东西是日本人指使的吗？哎，我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要不这么做，怎么能让武贤打消对我的怀疑？我让宪兵队天天在家盯着我，这样才能表明我对天皇的赤诚忠心嘛。你这么会算计，小心把自己算计进去。云龙，前几天我们刚来过一次，这谭家林肯定会加强防卫。就谭家林手下那些虾兵蟹将，能比日本人厉害？走。
哎呀，老子布下天罗地网，本来要抓只燕子，没想到却抓了只母鸡。白妞儿，把湿衣服脱了，让老子给你暖暖身子。去，把他衣服给我脱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我警告你，别过来。真嫩呐，啊！哎呀，把衣服脱了吧。上啊！上，快点啊！哎呀，小妞儿，性子挺烈呀、啊！哎呀！你们这两个笨蛋，连条裤子都脱不下来，是是，一群废物，还不快滚！哎，快走！今夜我跟他快活快活。用日本人的话来说，叫“花姑娘的游戏”。别过来！再靠近一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哎，今夜还就喜欢这烈性女子，不客气。不客气又怎么着？哎呀！臭娘们儿，够辣的呀！上次在书场见了你。您是吃得香，睡得着啊？哎，大哥，是吃不香，睡不着。哎，去去去去！哎，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今天让金爷我好好伺候伺候你。哎呦！快来人呐！一帮蠢货！奶奶个舅子的，快开灯！金钱豹这个家伙，险些破坏了春之宴计划的进程。武贤大佐，你现在都快成了燕子们的监护人了，啊？司令官阁下，我需要的是美国顾问向中国所提供的作战方案。要知道，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就在谭家林手中。这一点，还希望阁下配合。好，武贤大佐，那我祝你的春之宴计划早日成功。
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，你还是走吧。我要是愿意倒霉呢？你喜欢我是吗？那就来吧。越是我喜欢的女人，我就越尊重她。我觉得你不是色鬼，你怎么就不问问我的来龙去脉，也不问一问我为什么哭？我为什么要问？那是你想哭，我不想问。为什么？麻烦。万一你要是日本特务呢？你说我杀你不是，放你也不是。你说是不是？石哥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地方？绝对不会看走眼。哎呦，二位来得早啊，我们这儿的姑娘还没有梳洗打扮好呢。我们呀是笨鸟先飞。裁缝，我说裁缝啊，你挣点钱容易吗？你跑到这个地方来挥霍，我们回梦楼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销金窟啊，我们不看见现大洋是不会开眼的。哼，看看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发了。现在这个年月啊，一不留神就能发大财。你那发的可是国难财呀。是的。我可告诉你，你把前后门都给我看紧了。好的。李云龙那小子在哪个屋子里？在春香屋里。春香屋里。哎呀，你快移开呀！我你拿来。来，三爷，刚才舒服吗？舒服。待会儿啊，我让你更舒服。龙，我出来。你去哪儿？春香，我走了。我站住！师叔。你师父说了，你胆敢从这儿逃出去，你就是欺师灭祖！你滚出去！春香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爹来了，你赶快把衣服脱了，爷脱了，我爹他一闭眼，我就能逃走了啊！哎呀，你可是脱你！师叔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哎呀，师叔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这叫爬窑子，犹如石门呐！你，我可真脱了。这我走啊！师叔，哎，快脱，脱，脱！哎，快脱呀！再脱，我可要收费了。都给你，脱啊！快脱，脱！他脱了。师叔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哎呀，他把裤子脱了。他，师叔，他把裤子脱了。怎么样啊？我可要继续脱了。你还不让我走？快点，快脱了啊！师叔，我走。你别让他再脱，我就放了你。我可要脱了。你别让他脱了。师叔，你跟我脱，快全脱了。我可全脱了。你敢脱？脱，快脱。
啊，你千万别让他再吐了，再吐我就杀了。让我走吧。雨龙，跟我回去吧。师父，这是咱燕子门该来的地方吗？师父，你就别管我了啊！你滥杀无辜，自甘堕落。师父，我杀的是日本人，我没错。我问你，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个女人，她是谁？师哥有师姐和白小姐轮流陪她，我身边就不能有个女人了吗？哼，狡辩！师父，别再逼我了，再逼我，我就……月龙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要对你师父的下毒手啊！你这是欺师灭祖啊！师哥，咱不就是想让云龙回去吗？你让他给你认个错，跟咱们回去不就行了吗？三儿，对吧？师父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啊，放了他，放了他，云龙，他不会对你下手的，放了他吧。你要相信他呀，他是你的徒弟嘛。哎，云龙，你。都怪你，本来都抓到他了，又让他跑。师哥，等等。行了，别说了。爷，慢走啊。哟，二位爷，来，请。给我来间客房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好给安排好啊。好。中国象棋，我不懂，也不感兴趣。中国象棋，由表及里，幻化无穷。每一个棋子的身份地位不同，但作用是一样的。比方说，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兵，有的时候就能顶一员大将。吴先军，你又在说燕子门了。讲。哦，师父给的，你真可怜。他用镖打你，是想废了你的武功吧？你师父下手这么狠，是不是他嫉妒你做过的事啊？你说什么？徒弟比师父都强了，妒忌也是难免的。以后你少跟我说这些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闷得慌，出去过过风。来，
师弟啊，我要是疼他爱他，还不如废了他的武功。哲哥，你说啥？你要废了他的武功？你喝醉了，你完全喝醉了。没喝醉。你想啊，云龙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露出忽正忽邪的端倪，定是交友不慎，误入匪道。师哥，那你也不能废了他的武功啊！哎呀，现如今国难当头，妖孽横行，江湖中人稍有不慎就落入败类之伍啊，害国害民害自己。这样下去，这种罪名叫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！哎呀，这俩徒弟啊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云飞嘛，我放心，不管他飞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一招手，他就会回来。云龙可不一样啊，虽然我想废掉他的武功实是下策，可也有好处啊。你想，他可以镇守门户，教徒授业，将来啊还可以娶妻生子啊。师哥啊，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现在云龙在哪咱也不知道啊，咱总不能满大街嚷嚷的找他吧。云龙在哪儿？云龙你回来吧，云龙。问题他听不到我啊，他就是听见了他也不能答应，不是啊。三儿，师哥，哎，